算了，我们来到哪里？奥斯卡。大声一点，听不到。奥斯卡。新的啊，之前没有。这样子，甩锅给你看。那就这样。甩锅给你看，甩在什么？它好小、哦。对啊。这么小。那帮我头盖住。你看我，这么小一个，折叠的，东西不够放哦、啊。放洗车的可以啊。洗车篮，所以不能当水有多少？折叠箱259。够了。吃户外养养鸟，养鸟笼，养鸟笼啊。里面放饲料。然后来吃啊。对啊。你不要再玩那个枕头了啦。上次不是玩过了？还在玩枕头。或者那个乐高房比较多，又有忍者，而且比较大还要十二点，然后比较小，比较小还要十点，快到了，现在全部弄出来了。然后，它这个有点类似那个呢，这也是新的啊，跟那个岩谷的很像，1999。可是它是比较小，还是一样，跟岩谷一样是用那个磁吸的。哎呀，看起来比较大。椅子啊，前面，这个，这个拖车。有拖啊，你推我。拖车。1699可以买。露营拖车1699。啊，这个椅子，借过，这个椅子，869哎，它收起来就那么小一个，可以耶。我是说一般的骨架是这样。嗯，可以买这个，要买这个吗？要买一个。对啊，买一个这个。买这个，回去再拍开箱。哎，这个应该没有被拍过吧？先挖下面。应该没有被拍过。没有。应该没有被拍过。感觉不错，1800克，就2公斤。都买东西都要检查。超大型冰桶，这是夏天用的吗？156升。对啊，漏水的，我们那个也有啊。夏天到了，游泳池都摆出来了。好事多的客厅帐，客厅帐，延伸帐，更重，哇，25公斤呢，蛮重的，全整个都是铁的，而且是 Command 的，是好事多是 Command 的，然后这帐篷也是。全黑六人站，6450。那有一个太惨了，100。对啊，后面的很多人都拿来买当做地垫用。650，659。
659。比较想要买这个啦。快点，搬一个。哎，回来啊！我买这个，回来。他没有说不要。他没有说不要，那可以搬哦。那起来偷偷的翻。可以。他没有说不行啊。他没有说不行吗？那你翻啊。翻不回去了，太重了。脸臭臭的，拿回去放啊。下次再买。下次再买。